一些出来的这个旅客，我们公安身份信息查到的可能14天内接触过疫区的人，或者在到过疫区的人员，我们要对他们身份信息进行一个再核查。今天早上7点钟左右通知我们的说，今天有专车过来。有想过我们公司开工了，我们没有车子来怎么办？因为比较担心嘛，因为经常也在手机上面看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票。但是今天接到通知说可以过来了，而且是免费的，挺开心的。因为那边政府跟这边政府都有沟通好的，然后那边把我们送上车的，这边你们有领导过来接我们的，所以比较放心的。目前已经有10个省、57个定点医疗机构的701例使用清肺排毒汤的确诊病例纳入观察，其中有130例治愈出院，51例症状消失，268例症状改善，212例症状平稳，没有加重。以上的数据啊，也显示清肺排毒汤对治疗新冠肺炎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和救治前景。的话就是3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，然后后夜的话也比较辛苦，后夜因为从11点要上到早上8点，连续9个小时，我们都是穿纸尿裤的嘛，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，然后穿纸尿裤，确实也还挺难熬的。11点开始到早上8点，然后身上贴了5个暖宝宝，因为门诊是不能开空调，然后要通风，也比较冷。不能提小孩，一提小孩我就想哭，所以很那个，我现在不太敢给他们打电话。然后视频这些都，对对对，在上网课，对，在上网课。上网课，然后爷爷奶奶不会弄嘛，然后只能让我姐帮我看着，然后孩子的话每次挂电话都会跟我说妈妈保重，然后我觉得确实也好像一下就懂事点了似的，这个孩子。我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的现场。每天下午3点，新闻发布会都会如期举行。发布会上，卫健委的发言人将会首先通报最新的疫情情况，随后来自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官员将会就记者关心的话题做一一解答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自2月5号首次组织新闻发布会到现在，内容涉及医疗、生活物资的保障、春运返程、疫情防控等，场场回应社会热点。希望不久后呢，能从发布会现场的发言人口中听到疫情得到控制、人民生活步入正轨的好消息。